这些都是我的力量，主人，你怎么了？妖道，受死！你们就在这虚幻大阵中被折磨到死吧！ 是雪岩的双刃剑，哼，我知道怎么破阵了。丁坤，到我这里来。是，主人。果然，这个时空影响不了你的混沌之力。嗯，啊，坐好。 留下吧，留在这里。星爵这回召唤的异变修士还挺多。 想画的灵铁是我的，我的。主人，你坐稳了，我来给他们展示下真正的技术——混沌乾坤。尤其剑意。 塔楼果然是关键。清觉，幻境已经消失，你清醒了吗？ 用这无上的邪恶力量，将你一点点绞杀。你害了全族才换来的邪恶灵气，也配叫力量？我没有害人，是黑暗星云污染了宇宙，我们才变成这副样子。要不是地星有开天星主守护，也会和我们一个下场。什么？主人，看来你都忘了，那就请你好好欣赏吧。 让你瞧看一看喽，正宗天启小吃樱桃碧螺。桂花簪子，哎，相公给娘子买一只吧，小伙子别跑，把钱再交出来。这姑娘好眼熟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 娘，爹，娘，主人，所以我的家真的被毁了。
娘，他们都死了。你手持利剑，自诩救世主，却不救父母，不帮好友，是为不孝不义。夜雨，你和我一样有罪，活该被困在九渊界。主人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夜雨，你就永远活在悔恨里吧。主人，别听他胡说，你没放弃过救人，也没放弃返回地星，灾难不是你一个人能对抗的。青绝，既然我们都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家乡，那就一起付出代价吧。无相诀，审判。终于结束了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主人，我们走。主人，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好心秘境都被你们搞塌了。金叔令，金叔令，果然是古河岸边的血吞木，还有百里金的明晶脚。可以这么残忍，把首领的名角还给他。要发疯到一边，别妨碍我。这是百里寒的名晶角。叶哥哥，小小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以前也住这附近，我其实也找了很久。不愧是司明城最强的修士，能将这群烈角魔一网打尽。明明有定位符，居然来这么慢。你们穿不好的，你一直在骗我。实在抱歉，刚才有两个人秘境挑战失败，花了点时间炼化他们的冥想来。我还对你愧疚，你这判官的糟糕，你们这群糟糕。汤狗兴许还能活命，当根杂草只配被践踏致死。你杀了百里镜对吧？把他的冥想和百里寒的冥想都交出来。叶哥哥，不能给他。你们最初的目的不是杀烈角魔，是为了拿走他们两兄弟的冥角吧？当初百里寒在苦心试炼中陨落，冥角没被冰女收走，却也没送给小溪，反而被送给了百里镜。小溪护佑跟随他数年了，什么好处都没捞着，我便为他讨个公道。而你，夜雨，杀人夺角，罪加一等。陆华，你敢？我已经把他们的名角给你了，况且不是你叫我帮忙查烈角魔行踪的吗？哦，我有叫夜雨帮忙吗？没有，您碰巧来这里，夜雨坦白杀人，您才按规定收取名角。你看看。夜雨，原来你也是个小丑。夜雨，看在你杀的是有罪修士的份上，只要你斩下自己名角，我就……好痛！
救我！这是违背了判官法则才会降下的惩罚，怎么可能？判官只能炼化以死修士的冥角，可我有说百里尽死了吗？我在哪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首领，你还活着？他只被斩去了记忆和修为，好一个将计就计，耍了我们所有人！不是只有你会演戏，判官，想和我玩心眼，你还有的学呢。陆华，判官不可伤害无辜修士性命，你忘了吗？我不伤你的性命，只要你不死，我可以慢慢折磨你们呀。纯以灵力比拼，我不一定是你的对手，但在城内禁制下，你就是个不能用战绩的废人啊。这家伙真是丢判官的脸。为什么每次闹事的地方都有你？你又为什么总出现在我闹事的地方呢？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小九，你不是在家吗？我……小西在判官试炼期失败，违背判官法则，陆花教唆犯罪，和这两个修士一同押回陈渊馆审判。无关修士，尽快离开这里。为什么抓我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思明城果然没有一天是安宁的。等一下，你们忘了这个？这可是百里寒的冥井，炼化后能增长不少修为哦。但同时也会吸收那些情感记忆，太麻烦了。小爷向来只信自己。也是，在九阴境，多余的情感可是会害死自己的。活着都够累了，这些人怎么还天天搞些阴谋诡计啊？主人，你怎么了？果然受伤了吗？叶哥哥，你累了对不对？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可恶，就是啊，就知道他肯定饿了吗？就是，滚出去！滚出司令城！滚出司令城！居然一个都没死，无聊。这是你们的通关奖励，还有冥角之力。这个秘境像是看了场模仿秀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但想让我死在这儿，是有些异想天开了。主人的雨滴灵像氧化万物，本来就比清绝这种纯粹的模仿更高级啊。嗯，这小子也和我们配合的不错。没兴趣听你们秀配合，赶紧走吧。这次奖励的明金币好少啊，不能和小九去买零食了。不是还有主人我吗？想买什么就买，没吃好怎么有精力继续打架？主人最好了。恭喜夜雨、定坤、诺、
通过第四颗古星试炼。主人，我们去买。主人，传送符，这也是啊，夜雨，久仰大名，欢迎来到我的小世界，我就是猎角魔首领百里剑。你果然一直在演戏，突破古星秘境就是为了最后能把我传送到这里。抱歉，只能怪你挡了首领的路。你是百里寒的弟弟吧？你不配提到我哥，今日我就夺下你的名角，成为我们突破九元界的垫脚石。想打我就陪你们玩一局。只是分身的一击就能打倒了我们所有人，他分身以后灵力也会被削弱。我来攻击本体，你们围攻分身。来，巅峰，原来如此，在这里不用消耗冥角之力，也不受九渊界法则局限。那又如何？你赢不了我。既在法则之外，我就是法则。这才是抑郁的实力吗？求起。别歇着，小爷的招式还没回忆完呢。就算这里没有灵力限制，但你别忘了，这里是我的世界。这样才配做我的对手。坤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叶哥哥呢？糟了，一定是那个莫搞的鬼。敢在古星秘境中搞鬼，判官没有阻止吗？对，我去找判官帮忙。小九，你在家守着，千万别出门。布阵。是。丁坤，退下。小九姑娘，主人吩咐要保护您，不准。你这样才有点你哥的样子。不配评价我哥，他死后居然还想把名角留给你。什么？看你明明和判官勾结，骗了我哥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小爷做事敢做敢当，不屑骗任何人。 你以为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夜雨，你逃不出我的小世界，给我哥陪葬吧。首领，我们要不听他解释一下吧？或许……闭嘴！你也被他迷惑了吧？这里一切都有利于他，必须切断他和小世界的关联。该死！
再如此，你借助了血突墓承载神魂，再将血突墓带到没有禁制的古星秘境中，开启小世界。你能看透又怎样？法则也要在我这一方天地施展，你逃不过我的掌心。可惜你的小世界有极限，但我没有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。天地尽斩，斩天地不如斩你心魔。请建议